苗苗，小苗苗小玩具，想啥呢？这小玩具不像激光笔了啊，激光笔可以往哪照，往哪投，但这小玩具只能在地下跑了。我看它还有电没有电，就打着让它跑一跑啊，看你喜欢玩它不，喜欢追它不。这小玩意儿有点儿，看它喜欢碰瓷儿啊。嗯，宝宝，来，奔苗苗去啊。啥拐弯了呢？哼。完了，他这个小天险卡住了，走，冲宝宝一下，宝宝就抖抖腿，走。哎呀，他，哎呀，宝宝你这个兜子啊，后屁股这个网儿，这都，好嘞，哎呦，这自杀似的，咣咣撞，撞的太响了。哎呦，混进，那是，哎呦我去！你有能耐你把它勾出去，我去，这招儿还，很牛啊这招儿！啊，苗苗，哎呦！苗苗爱玩那激光笔，这个不行。胡永俊和他殊死搏斗呢。我操，又多了一只手。嗯，咋了呢？他咋静止了？突然静止了，是没电了吗？啊，苗苗，能不能近前检修一下？嘿嘿，宝宝，你就围着我转，嗯，你就围着我转，你说傻乖傻乖的宝宝，绝育之后这个眼睛爱淌眼泪了。就是这几天可能是心情不好，是吧？好嘞，好嘞，我下楼了，我想下楼了啊，下楼，别在我前面蹭了，舍不得我走咋的？我只是下楼，一会儿还上来呢啊。没事，苗苗，看他啥呀？他就是个小玩具，他又不是。你们同类欺负你的同类，就是个玩具，没事儿。对，给谁？我看谁伸手给他够出去吧。这回他不跑了，我看你们怎么能把他够出去。哎呦我去！他是这个是够不出去，但是他可能能把那个天险拽掉啊。哎呦我去，这个
栏杆有点窄，所以你们拽它拽不出去。你进来，来吧，简直是拿这个当逗猫棒了。好了，就没事，我就气气你，让你够不着而已。你也别上火，你瞅这个气还挺大的。好了，这家伙成功挠着我手了，破，完了，要出血了。没事，说我咎由自取，谁让我比你还二呢？哎呀，好了，不闹了，不玩了啊。